你竟然让中国人剁了藤林的手指头！你闯大祸了！嘿，藤林的哥哥已向军部施压，要追究我们的责任。对不起，将军。 是我连累了将军，你就向上面汇报，说小野愿意一个人承担所有的责任。小野君，你能这么想，那就太好了。我也是这样向上面汇报的，我知道你不会怪罪我，你是一个真正的合格军人。嗯，哈哈哈哈哈哈。 陆军部准备撤掉你所有的职务，让你回本土。什么？真是太好了，将军，你是在幸灾乐祸吧？不，小野君，我不是在幸灾乐祸，这对你绝对是个机会。机会？什么机会？你可以以一个普通日本人的身份潜伏到江海镇。 去执行我们的鼹鼠计划，潜伏，这个计划太巧妙了，没有人能怀疑。可是汤进武这个人很狡猾，演戏要演到底，我亲自审判，开除你的军籍。审判完毕，报备陆军部，那我真的成了真正的平民了。怎么？ 你怕我过河拆桥，说话不算数吗？我一猜你就是这么想的。你的功绩我已经报备陆军部，只要你成功的潜伏，完成鼹鼠计划，你将荣获陆军部二等勋章。明天我将亲自到场，就我一个，还有两个士兵，十个记者。 审判过后，你到我这里来，我要当着你的面撕毁判决书。谢谢将军周全。你的任务是去江海镇化妆成平民，挖掘宝藏。记住了，挖掘宝藏。嗯。笑什么呢？有什么好笑的事儿？看把你乐的样子。啊？因为这个小野处理藤林事件不当，被开除军籍，没收财产。你看，我看看。哎，他们这真够逗的啊！还没收财产。哎 哎，这真有这事儿。那以后怎么生活呢？你说这个？看来他得回老家日本了。嗯。报告，报告。哎，见。团长，门口有个难民要见你。谁啊？不是难民，你领证了干什么？你领他上厨房给他点吃的，得见见什么团长呢？ 是小野啊，你小野周总，这报纸上可说你下岗了，你在咱们这地方可找不到岗位，你还是到商会救济科去走走走走门路去吧，啊？你怎么弄这样的啊？我失业了，没有钱回日本，我。 需要一份工作，暂且回日本，请给我安排一份。哦，哎呀，想想啊，不用想，让他到拉面馆打工。哎，合适，你拉面馆，那家拉面馆我知道啊，有很多日本人去吃。嗯，你太合适了，你想啊，你精通日语。 你又当过兵，对不对？你正好在那块维持治安，我跟老板说说，你在那儿吃饭免费，晚上打烊呢，你就在屋里头搭个地铺睡呗，是吧？一个月给你法币60，不少了。是，这够买2包香烟的，那就买2包香烟吧。
来来，快！协警是保安团汤团长发布的，你无权干涉。胡准长已经签了字，除军事以外的事情全交由我管理。从今天开始，你就负责这个方管的采购。你这是在侮辱我！我坚决不干。会打人吗？哎，那个。敢杀人吗？以前经常杀。你以前是干什么的？陆军中总。我想起来了，你就是小野，那个在舞厅里打死宪兵的人。嘿嘿嘿，不好意思。勇敢大大的，以后来嫖娼不给钱的人，尤其是那些军人，你就用这把刀给我砍他们。你就放心吧，以后我每天都会在门口磨刀，他们看到我磨刀就不敢赖账了。有戏。变成龟奴了？我不是龟奴，我是嫖客。嫖客？你别骗我了，嫖客怎么可能在这儿？你就是一个看门狗。狗狗狗！滚蛋！干啥？你干啥？干啥？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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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啥？停停停停停！回去回！干啥？干嘛？臭不要脸的玩意儿！哥，走，狗。나다토토도시레보올해도아이니고른다고와고나이까쇼군아드시모장하진이다구나이도시다시도니코강사슬로마이코도가아따라옹나스바이도시대콩나가쿠고모나이노아드시쇼군이쓰쿠시다이데스가콘나쿠츠족나코도오시다구나이스바이야토군님은나루노와第八死ぬで背負うのこと。天皇に忠誠を尽くしたい。でも将軍、私江海镇を離せさせてください。他の任務をさせて、たとえ戦場にさせて死んでも願ってます。ふざけるな。将軍、
私本当に上海で帰る顔がありません。お願いします。尊厳がある女性になりたいです。なぜか江海站に帰りたくない。唐景武の前に玉をあげられないのは怖ってのか。違います、将軍、彼に関係ありません。我は知らないと思わないだ。前の独特会で、あなたは彼を疑いないように。違います、信じてください。バカ、俺を裏切るのか。恐縮です。そう、尊厳はない、身はない。安心して、唐景武はあなた好きにありません。はい、知事は永遠に帝国を裏切ったりしません。将軍にも二心がありません。君、何か以上分かったら本法承知だ。你说说你，我是好心好意的收留你，在江海镇给你找了个，是吧？给你找了个事儿干，好让你糊口啊，挣口饭吃啊。拿刀砍我兄弟，你说你这不是恩将仇报吗？你怎么解释？他们呢？是你派我去做治安协查的，老五他先找我的麻烦。你拉倒吧，你是去做治安协查了吗？你明明就是到妓院那给人做保镖去了，是不是？我没冤枉你吧？我也不想，是田中不让我在拉面馆干。我不管怎么说啊，反正你是拿刀砍了老五了，这你赶紧走啊！你离开江海镇，你爱去哪去哪。我不走，我要找田中办一个拘留证，我要变成日本侨民。你不走也得走。你爱找谁找谁去，走走走走走走。看啥呀你看。大哥，这小野太臭不要脸了，这怎么的？还没看出来吗？演戏呢，死皮赖脸的赖在这儿，不就是为了找宝藏的吗？哎，对了，大哥，我跟踪他好几次了，他经常跟那个藤林会馆的人一起碰头，一到天黑他就去后山挖。你看，都对上了，盯紧了。行。星一出来了，和南京政府谈判，咱必须得有足够的本钱，才能获得更大的利益，要不然咱们在谈判桌上连腰杆子都直不起来。大哥的意思是，只要咱有了足够的本钱，就可以漫天要价。你想啊，这一颗大葱能卖出一捆大葱的价钱吗？团长想扩军？扩军？日本人能同意吗？南京政府能同意吗？咱们江海镇现在还算中立区，谈判协议不完全，没有军事协定，没有我的正式签字，他们只能干瞪眼。扩军倒不难。江海镇有那么多青壮年，不成问题。关键是扩军以后那枪械、军饷怎么解决？这个好办啊，老王。你忘了，这江海镇的码头这都归咱们管啊，这各种赋税足够咱们用的。那这么一来，咱们不是成了草头王了吗？对，这年头啊，只要有枪，腰就粗，腰粗了，气儿就壮，心里头就有底儿。你管他是不是草头王呢？大哥说的对呀。将军，これは何ですか？これはあなたの新しいの部分証明。ここには10万危険、満州新旧
满修你跟摩西求国国哈那里达了，我来么你哄你太好我得开路。阿那达你真心只有那谁家子哦杀死路。小哥，その話は本当ですか？開けてみたら。将軍、この身分証明はなぜ印鑑がないですか？当然印鑑がない。これらの条件は。あなた一つの任務完成させたらの話だ。何の任務？唐人を解決する。何？なんだ、できないな。それともしきないだ。いや、いいえ、唐人を好きなことになったことありません。なれない。俺ここでいいこと待ってます。覚えて、美しいこの生活に待ってるから。わかったか？わかった、わかりました。那凤姐儿她能下得了手吗？严桑，你猜猜呢？将军自有高见，我的不敢乱说的。我把栀枝花这么优秀的特工放在江海镇，栀枝花从来没有暴露过身份，可是她没有想到啊，我在她的身边安排了另外一个人监视她，这个人就是你，严桑。嗨，多谢将军栽培。如果栀枝花他下不了手怎么办？下得了手呢？因为他再也没有利用价值了。真假的？对。这凤姐嘛，人说不是啊，这交际花又回来了啊。他不回来继续卖唱，不陪别人喝酒跳舞，他能怎么的？你养的？你说什么呢你？你才养的？这样的女人谁敢要？再说了，那天连衣服都被小鬼子给扯破了。我跟你说啊，凡是这被别的男人看过的真的女人，打死我我都不要。是是。保安团扩军的事情，你最好是去跟我爹商量一下吧，不然上回闹起事儿来，你后院一着了火，到时候谈判他们也不会让你坐得住的。是啊，我这就找你爹谈这事儿去。嗯，去跟我爹谈的时候你最好说话客气一些，你也知道我爹这个人嘛，就喜欢别人顺着他恭维他。是啊，这世上有谁不喜欢别人给自己戴高帽呢？哎，胡大表喜欢什么样的帽子呀？是抗日女侠呀，还是河东狮吼啊？回头给你们爷俩一人戴一个啊！哎，我让你胡说吧！你看，跟你闹着玩，你那么不劲道呢？你怎么啊？你放手！对不起，不是故意的啊。对了，我听说凤姐回来了，也不知道她怎么样了。
曾经我该给子死了。那你男的得给男人了，说得多么是亲爱的。炭治郎を好きなことになったことありません。范小姐，我汤静武在吗？哎，你在啊，范团长。哎，你怎么了？怎么了？你这眉毛怎么都画歪了？啊？没有，跟你开玩笑呢，画的挺好的。你找我有事儿吗？嗯，出去走走啊。好啊，你等我拿一下包。哎，好嘞。你和胡小姐发展的怎么样了？哟，你怎么会这么问呢？我们两个人能有什么发展呀？这一见面就吵。往往这样的人，还真能成为一对儿。啊？嘿，你可别吓唬我啊！我呀，跟谁都有可能成为一对儿，唯独跟他是最没可能的。这再者说了，再说她是老五喜欢的女人，是吧？嘿，行，也可以这么说。你说兄弟之间，这掺杂这种事儿多不好啊，是不是？他也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也不是他喜欢的类型。谁说的？我看他挺喜欢你的。是吗？老五的确是你们之间的障碍，你呀，太在乎老五这个兄弟了。哎，行了，不说这个了。今天天气是真好啊，秋高加气爽啊。什么日子？哎呦我的妈呀，这么多菜！这今天咋的了？这是啊？不这是什么日子？是汤团长要带个人到这来吃饭。谁呀？哎呀，你们猜？胡小姐？不是。那谁呀？凤姐。凤姐？嗯。这大哥咋想的，把凤姐领到这儿来啊？那外边风言风语，我跟你说，我都听见了。拦不住你！呀，啥时候进来的？聊什么的？啊？来，凤姐，坐这儿。你们也别站着了，都坐。哎，胡小姐呢？她派人去叫了，一会儿应该能来。那我们等等她吧。好，那咱们一块儿等。哎呀，胡大小姐，你来了哈。严队长，你在这鬼鬼祟祟的干嘛呢？没有啊，我没有鬼鬼祟祟的。这不是大家伙在里边吃饭吗？我没事，我就来看看。看看，那大家伙一起吃饭，
你怎么不进去呢？哎呦，这不是人家没叫我。没叫你？啊，就是啊。严三儿，我劝你没事的时候，还是自己好好的反省反省吧。你说这大家伙一起聚餐，都没叫你，你这人缘得多差呀！大小姐，我走了哈，你好好吃，多吃点哈。大哥，严三儿。哟，大家都在呀、啊，还挺热闹的。严三儿，咱俩在干什么呢？不知道，心里面酸呗。胡小姐，坐吧。好，来坐坐坐坐坐坐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凤姐？今天。哎，这奇了怪了，平时这俩女人一见面就夹，今天倒琴瑟和和鸣了。挺好，挺好。那个，今天咱们吃饭之前，我先说两句啊。范小姐呀，前些日子遇上点麻烦事儿，心情一直不太好。我呢，就把范小姐请过来，咱们大家伙儿啊，一块吃个饭，聊聊天。范小姐，有什么不开心的，就给她忘了啊，没什么大不了的。以后咱们都是自己人啊，你没事呢，你也就来我们保安团这坐坐，哈。欢迎！谢谢大家，谢谢汤团长。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这杯酒，我敬大家，我干了。来来来，都干了，都干！哎呀，哎，那啥，凤姐，刚才吧，我说话你别往心里去啊，我嘴贱，我这么我罚一杯啊，我干了，这遮拦。来，都倒上，倒上。这个，凤姐，这杯酒我也敬你。我希望我们俩以后以姐妹相称。你要是有什么话呢，你就跟我说；遇到什么麻烦，你也跟我讲。谢谢风玉妹妹。饿了，说话呀！啊，凤姐，我祝你母亲身体健康。谢谢。你说啥呢在这儿啊？哪有光敬母亲的呀？那叫敬父母身体健康。我只有母亲健在，五哥知道的。好了，哎，别光喝了，吃菜，对对对，吃菜，尝，凤姐，我们保安团的伙房做菜，来，多吃点。来，你吃个鱼来，凤姐。哎呀，我天哪，这酒喝的，这不错。行了，你别送了，哎，回去吧。这怎么能行呢？谁去送？哎，我去吧。哎，行了，大哥，还是我送的吧。啊，行，老五送我最放心了。不用了，就这么近，没关系的。哎呀，你就让五哥去送嘛，要不然汤团长不放心呢。那好吧，再见啊。再见，慢点啊。再见，凤姐，慢来啊。对了啊，明天南京政府的人来谈判，你准备好了吗？啊，是啊，要搞摆龙门阵啊。你不是嘴皮子功夫挺厉害的吗？你怕什么呀？嗯，你说的对，那我就先不跟你聊了，口水留着，明儿再说。你都什么人呢？
我到了，你回去吧，顺便帮我谢谢汤团长。等等，你又在玩什么诡计？你说什么？我听不懂。你被日本人强暴是一场戏吧？我没有，我范春风再没自尊也不会做这种事儿。你激动什么呀？你不要告诉我你现在要回头是岸做好人了。我累了，想休息了。我娘现在怎么样了？放开我，放开我，弄疼我了。你也知道疼了，我娘每天在监牢里受苦刑，她疼不疼？那是日本人干的，不是我。你不是日本人的走狗吗？你不为他们卖命吗？是，我是日本人的走狗。那你呢？你自己是什么？你连走狗都不如。我警告你，别把我给惹毛了。我只想知道，我娘现在到底怎么样？她很好，你放心吧。还有。以后我不会逼你做你不愿意做的事儿。汤团长，你只要签字，你就是正规军的少将了。我当了20多年的兵，也只是一对金星。对不起，这次啊，我们。不能签。怎么不能签？才少将，是不是小了点啊？汤团长，县官小，你的江海镇保安团才1800的人，我给您个少将军衔，已经绰绰有余了吧？您等等，1800人，不对吧？这我们可是5000多人啊！什么？你哪来的5000多人？你别管我们哪儿来那么多人，我们就是5000多人。汤团长，你想干什么呀？您这条件确确实实是太低了，恕我们不能接受。汤团长，你这是在讹诈！讹诈？这帽子扣的太大了，我们这就是实话实说。走吧。好了，你叫啥名？沈旺。派好队，沈旺。你来派好队啊！来，派好队啊！来，两位，咱们个个来。老大，18了。18，来，进去吧。不要急啊，个个的。叫啥名？2宝。2宝，嗯。派好队。多大？19。19啊，进去吧。这位小哥，你们保安团不是跟南京政府谈判了吗？招兵是给汉奸当炮灰。你这叫啥话呀？我们保安团这次招兵，就是为了保卫江海镇不受他人的侵略，保证江海镇所有的老百姓不受异族的欺辱。一句话，就是拿起枪杆子，保卫中国人的尊严。说得好，那我崔一刀愿意报名。你叫啥？崔一刀？无假包换，我就是崔一刀。哎呀，崔大侠呀！久仰久仰久仰，来里边请。请。唐团长，少将军衔都满足不了你的胃口了吗？不是满足不了我的胃口，是我们团啊人数太多了，每年您得按照一个军的标准来配给。什么？你的要求也太高了吧？高吗？这我们还咬了半天后槽牙跟您说的呢。此次谈判暂停3天，待我们和南京政府商量完以后，再做谈判。哎，好，那咱们就都再等等。谁呀？凤姐儿啊，是我。你怎么跟个小鬼似的这么难缠啊？我不想见你，你走吧。凤姐儿啊。我跟你说两句话。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我说的话，你一定会感兴趣的。你怎么这么烦呀？我不会感兴趣的。哦，栀子花，那个栀子花，
这花的事儿，你感兴趣吧？江军，小野君，你怎么这身打扮？我的日子过得很苦，每天要打2份工。江海镇茶楼戏班的待遇不错，我在里边跑跑龙套。 由于将军紧急召见，没来得及换衣服，我就来了。索嘎，小野君，真是辛苦你了。皇军不会忘记你所遭受的屈辱的。屈辱？不屈辱？我发现我有天生的艺术细胞，挺适合演戏的。八嘎，还是说正事吧。栀子花有可能变节了。变节？ 他可是你最得意的武器，还不是那个汤静武？栀子花对他产生了感情。这个江湖郎中有什么好的？为什么所有的女人都被他迷得晕头转向，看得都让我眼红？小野君，这是一个帝国军人说话的态度吗？哎，这个汤静武太可恶了！ 他破坏了将军周密的计划。我为了试探栀子花的忠诚，这次让他亲自除掉汤静武。这个有点不靠谱。如果栀子花失败，我们就把栀子花、汤静武一并除掉。今天叫你来，就是要派你去。将军，可我现在是平民了。 手里没兵啊，你可以找藤林的手下，他们可以帮你的忙。我已经安排好了。<笑>找他可算是找对了，这个家伙现在最恨的就是汤进武，还有严三儿，他会接应你。他也跟我们一路了。小野君，你现在怎么变得油嘴滑舌？对不起，将军。 我在戏班子待的时间长了。你刚才说什么？我没听清楚。哎呀，你真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啊！栀子花小姐 ，Hello， 我是栀子花，你是谁？我什么都不是，不过。 你别忘了，几天前你在南通答应玉天将军的那个事儿。你怎么什么都知道？我不光知道这些，我还知道，你凤蝶儿已经忘了你来江海镇的使命了。我没忘。没忘？是吗？那天在蜀林，那么好的机会，你为什么不肯抢？ 跟踪我？那不，我不是跟踪，我是保护你呀。哎呀，大将军一再的说，这栀子花是他最得意的女间谍，一定要把她保护好，千万别出差错。那天离镇子很近，一旦有枪响，保安团的人马上就会过来。这样的话，我连处理尸体的时间都没有。 所以不是最好的机会，是吗？你要等到什么时候？我要等一个最好的时候。你别给我来那个里根愣的。大将军说了啊，3天之内你必须拿着汤静武的人头来见，否则后果。<笑>你可知道玉天将军手段的？我知道了。